气话。来到大庭庭，好好向老爷敬传千秋平安头顶。台北市民间协会理事长刘廷桥先生，常务理事叶明才先生，干事主席陈建安先生，立法委员陈英杰小姐，台北市市议会副议长杨林川先生服务处，台北市市议员陈玉君小姐。台北市大同区执行理事长杨孝龙先生，台北市民安协会理事长刘廷桥先生，率领民安协会全体干部用感觉福德会众神参拜，义结功，赛结功，三结功，四结。有你啊，这么无敌。
Thank you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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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到时在就发现应景庙当时一种代表，要咱人家好单位蒋经民参拜行列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成。Thank you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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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。对。那个叫谁呀？要通过，三等奖。